你担心的问题我也要考虑的，虽然我现在或许没有达到你的标准，但是我一刻也不会放弃。你要站起来吗？直到有一天会站起来，前脚好劲走的，你要相信我。过几天我就去听见做手术，医生说需要恢复的好，以后是有机会站起来的。